外國企業對香港經濟前景有信心，除咗係因為香港嘅法治環境、司法獨立、清廉政府、良好規管同埋國際聯繫之外，另一個原因就係睇到粵港澳大灣區為香港帶嚟嘅機遇。呢個7200萬人口、人均 GDP 已經達到23000美元嘅龐大市場，係商家夢寐以求嘅發展空間。而香港則享有近水樓台先得月嘅優勢。